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法会上、坛上六月祖先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十月十八，新弘地母至尊的圣诞日。我们这个法会是非常殊胜，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静心来领悟。虽然我讲的很简单，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你们现在坐在哪里等一下你们要回到屏东新花教室、恒春教室去你们要走在哪里？走在马路上你们要回到屏东教室、屏东道场，你们回去一路上还是要在大地之上我们回到家里了还是一样要住在大地之上，即使你房子有十楼、一百楼，还是在大地之上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让我们知恩感恩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时时刻刻你所要感恩的，确实算不完，分分秒秒，我们还一口气可以呼吸。也是要这个感恩呢 我们有一口茶可以喝，也要感恩我们有工作做，也要感恩我们有机会听经闻法，我们也要感恩，全部都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脱胎转世，从天上界到地来，从天到地，在大地之上大地之上下面阴寮阴寮还有地表层，地表层是阳爻阳爻是大地里面有众生万物这个是很妙地里面是空的这个地下面呢又是回归到空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悟你不悟就有上好像晚上得到一盏灯很高兴没有窗户
可以得到光明。任何一直那盏小烛火的灯，还是很快会熄掉的，会熄灭的。这就是人生嘛。啊，我们这样是要让我们的思维光明面，自己点燃自己的心灯，你才会幸福，才会快乐。无论你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离不开地耶，离不开大地，离不开地母所拥有的大地，给我们在这里生存。曾经有一次，有一年，一位先生，他来到宣佛寺要问事，穿着西装笔挺，头发呢，梳得亮晶晶的，盖着红的连裤带，轮到他了。他一直埋怨，他说：“第一，天地对他不公。”我说：“你没有杀人放火哈？”他说：“对，我没有杀人放火。”第二呢？国家对不起你，对不对？他说：“对。”国家没有发放那个什么金。我说你这不可能的，再下来，那么你今天从哪里来？他说我从永和来，你怎么来？我开车子来，你来这里经过多少个人的土地啊？多少人的土地？那个时候算硬的，就不敢说。提对他对不起啊，万万从头说来，有天有地是上天的慈悲，你若是离开天地，看你要往哪里去，有没有想过？没有嘞。若是没有地，你要站在哪里呀？你能离土一寸，在那边给我看。所以你要知恩嘛。哪里天地对不起你，胡说八道，自私自利的恶魔。老师啊，你来骂我恶魔啊？我对啊。你的思想，你的心念。念头处处不满，你对国家不满，国家，你有这个国家，台湾是你在这里成长的地方，你不知道感恩呢。不知感恩，你还在一直说国家对你不好，那你有什么东西来回馈国家？你好吃懒做，你吃了还是在爱棒你台湾这一块土地之上哎，无你搞个绑个晒个铁头凳个假头凳哎。这位先生，我当头棒喝。伊讲公司也对不起我，你替公司做多少工作？你给公司赚多少钱？公司为了花你的薪水，要运用那么多人相互的成就，成立工厂、销路，还有各种的制造，然后你领了薪水，
是整个公司运作的1%的福利耶。那你给公司做了多少？所以这位先生，你是在悠悠的，啊，有没有来跟我说话？老师啊，八爷，你个带我买买干啦？啊，很对不起，我的过去的想法啊，真的很不好。好，今天终于想通了。啊，我要回去重新做人，啊，重新呢，啊，来修行。请问你，我要念什么经？哦，很简单嘛，家庭有家庭一本很难念的经嘛，啊，做人安塞做安塞做好嘛，做人囝做做好嘛。尽职尽责嘛，做那个老爸，你就尽职尽责做老爸的身份嘛，安尼就好啊，哈，遐简单咯，唔是讲爱一天爱拜几千个分，几百分，你几百分几千分，你干那在口口在拍个鼻起，拍个鼻起，头脑那边做呀啦，还有这修行哦，胡说八道。哦，所以往你的贪呢、啊，贪得不完，念念头歪念头，所以你今日才才来起忏嘛。跟我差不多年啦，我即摆啊嘛不务正业啦。哦，原来我做错粮啊，读书计划做土地错粮，现在换到宗教对家来，好、哦、不务正业。我嘛爱忏悔啊，不是正爱我嘛爱认真做好啊！哈哈，老师啊，你终于说出你的秘密了、哦。我的啥秘密？我很简单的，做人该做行规，随顺因缘嘛。做人做好，做人做人的本分，做鬼做鬼的本分。这个先生，你看老师啊，那安尼我后面真系做鬼啊，做鬼嘛好啊，做鬼爱尽本分啊。伊个问我讲老师，做鬼要安怎做？是咪拢共吓着惊就好？啊，同学啊，做鬼要安怎做啊？做共吓着惊呢？啊，那的，哦，所以你做鬼都是黑暗的思想。消极、悲观、不知足、毁谤、排斥、贪婪、啊、嫉妒，这都是做鬼的行为啊！迄个鬼的行为，啊，你做神、做佛、做神，都是光明，万行大事拢有善念，要慈悲，爱惜舍。啊，爱有智慧，啊，时时都参与公益事业去做，安尼你就做神啊啦。敢问老师，安尼我来先来徐家做神好无？来家做神唔是要让拜哦？啊，你若要让拜，有一天你会让拜啊，恁家孙来甲你拜啊，迄阵就做神啊，你好啊，做好。做人做的本分做好，啊，开始咧，这位先生，啊，他就整个的开朗起来啊，啊，无甲侬怨天怨地，我你再过三年，啊，就看你如何，再过三年两年外，伊就过起来，啊，拄仔咱伫收客孙，伊来看我，老师啊。我即摆吼，哎，足幸福足快乐啊！你看我的面嘛，加足好看吼。我哩本来都好看，你本来就足缘投啊，缘投啊送啊嘞。啊，你就是家己木甲咩，就是木甲咩，贪嗔痴，唔知好知因感因，木甲咩，家己面拢尿镜，拢裂裂啦。所以各位同学，
好，咱啊，大家爱真注意，啊，时时刻刻，咱拢有鬼灭的心态的，发生在咱身边。时时刻刻，咱拢有神佛的慈悲的光环，所以咱的三皈依啊，第一啊，皈依佛。啊！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你就会成佛了嘛？什么大道？在日常生活中，做人就做人，做好的话，工作该做的做，打仗的打好，啊，打赛打好，啊，和五国大地植物。啊，拢会肥，会当大长，这都是修行嘛。所以禅宗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啊，一讲一句话：工作、休息、工作、休息，这都修行啊啦，这都禅宗禅的道理。工作有机会咱就做。啊，有这身体咱就做，有这命咱就做。工作做了，康会做煞，咱就休息。休息就是问心无愧。啊，咱来世间，这个身体是食五谷，是地母至尊的五谷来饲，甲咱饲大诶。啊，所以咱爱感恩。啊，所以这是休息嘛，休息身体健康以后，精神起来，咱就去做。啊，你做来的，来体验咱的灵性。但是这样真侪少年人，时代变去啊，唔知因果，啊，唔知啊利害关系，啊，所以会当食就食，会当吃喝嫖赌瘾，全部都来。啊！伊唔爱去想着讲，我这吃喝嫖赌瘾遮济，可怜时一看那死人，啊目睭白金的时，晒金尿金的四界房，啊嘛是爱伫大地甲你承受呢，那还是感恩着大地啊，这都是修行嘛，这是修行，啊曾经。咱有一个啊老信徒，啊，伊拢伫道场做义工，啊，生活是真无好势，啊，伊伫佛寺做义工啦，啊，若有困难都共帮忙，啊，有一天啊，甲人个信徒。啊，去到佛寺，迄信徒看伊遐尼落魄，所以信徒啊，就要摕钱予这个，要摕钱予伊。啊，信徒原来生活真好过，伊才讲无人啊，哈、啊，我都生活真会过哩。我一个食，给你去买补营养品来食，啊，那安尼来嘞吼，你身体较好，用服务过较济人呢。哦，所以这位信徒嘞，安尼阿公就提着，那底下滴饮钱出来开，啊，就是这一来我家，那底下钱滴嘞。一千五厘拢无开，经过近半年啊，伊讲这个伊的故事我听，我老师啊，我烦恼到这钱我唔知要提到伊报死吼，我真简单，啊你也不到那腰，啊你就爱买起来食，
主要在下面吃你给他感恩，这样就好啊，这就是修行啊。啊，感恩，一般人吃饭都不知道要感恩，吃东西不知道要感恩，那么你知道啊，这个原则感恩，身体够好用呢。啊，所以伊就听到伊饿着，家己哈哈大笑。无好的身体，我无可能来尽我的孝道友好，啊，无法度去服务大众。所以我等于我会好好啊来做工，伊只钱我落底下跌咧，要跌一世人，要留来做手尾钱。要第六天做一世事的时候，他手的钱要给子孙，你看有够自卑无啦？啊，伊的这信念转过了，啊，伊转去咧，啊，就出面头尾，啊，人就有这缘分，啊，就叫伊去安尼到拼厝内底打工，伊嘛过了真好过啊，啊，做天天。暗时好困，啊，日时精神起来就搁拍拼，出面头尾赢一条行啊，啊，赢到去人拼头，这是伊的人生，这就是修行诶。所以咱比方讲，看哇，专门人拼扫诶，扫涂骹，啊，咱是瞧不起诶，这是非常无好诶思想。啊，所以咱啊知影，地母至尊伊个大地无嫌咱众生，无嫌咱一句话，拢无嫌，啊嘛是真欢喜，咱只放尿放屎，哈，只在予咱维持咱的性命，咱有机会何来静坐，这。拢是地母至尊的功德咧，伊的爱啊！我相信咱在座各位同修，恁的爱嘛，足济讲未了啦。啊，只是讲今日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啊，那甲咱世间所有的啊，咱感恩的，所有爱地球的，所有爱拍拼的，啊，咱做一个。反省，一个检讨，啊，咱过去，啊，人咧讲，哇，我做无够诶，啊，以后有机会，咱就来补做，嘛袂歹啦，啊，咱啊过去做了伤济，啊，咱嘛是感恩，咱嘛继续去做，那叫做无善无恶，啊，不生不灭，无来。无气的真惨奥义啊啦！听我啊，那拢无反应。啊，各位维新神士同修，啊，咱伫南部屏东，啊，伫新华教室，啊，甲恒春教室屏东道场，啊，咱大家一大早。拢起来吃，啊来做义工，啊咱会做是福气，未做迄就是啊，咱爱重新检讨，啊所以今日啊咱新奉地母至尊的圣诞日，咱维新圣教啊在八年前成立了一个义经大学，啊维新博士班今天结业。交际啊，感恩到咱的地母至尊啊，这就是咱啊用实际的修行来感恩哈、啊，祝福各位。